好，我们使用孔米这个浏览器来测试 Google 语音搜寻。那当然，你要进行 Google 语音搜寻的时候，请你确定调整好你的麦克风是不是正确。然后我们进入 Google 的网站，点选 Google 语音搜寻中华民国。好，这样子正确是可以使用的。那你特别注意的，真的是特别注意的，是在音效设定这里，你要选择输入里面，你要选择哪一个麦克风，像我现在是前置麦克风，你就一定要选对。基本上麦克风正确，在使用我们的无旁度里面，要使用语音搜寻是没有问题的。